我李飞嫂子跟我哥坐车走了，这三月份的天突然之间就下起大雪了，我也太惨了，连老天爷都可怜我是吧？哥，是时候该翻天了。啊，小光，是，他N城集团的天早就该亮了，但就是他这个事儿风险太大，我一旦出事儿，我放心不下你崔姐。哥，确实风险太大，如果你出什么事儿，就我崔姐一个人在这儿，你肯定会特别自责。是，但是哥，你不管出什么事儿，兄弟我都会用命陪你。行，兄弟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你这样，你跟我去一个地儿，我们现在的处境不要告诉别人，好吧？哥，我懂。走，咱们让恩城集团的天明天就亮起来。走。光啊，咱先把罗伊整好，因为现在干事都是先敬罗伊，后敬人。明白，哥。好吧。好的，辛苦。当然，我懂。永远唱啊。好好辛苦，也是如此的荒凉，那无尽的旅程。李总，哎，啊，一，不吃了，我找李总来事，能吃啊啊，不吃了，开始我跟你说那个事儿，你那些好吃的，你说一下。哎呀，我这不是临时着急吗？有点事要用啊！你要有啥事，你跟兄弟说呀。哎，没事。哎呀，我开这个，正好，那我过去了。好，过去了，龙哥。好，接着过去了啊。好，不吃了。有事。好，辛苦，下次再去啊。那个崔，咋了哥？你病好了没？病好了。然后我呢，就是现在有个好消息跟你说。嗯，你说呗。就是我呢，就是现在公司所有的事情呢，全部解决了。然后我啊，对，然后我呢，现在也成功的回到了董事长的位置上。哎呀，我就说了一年能力绝对没问题。就算你不当那董事长，那不我还养你，没啥。崔，你养我这事儿我做不到。然后你现在不是马上就下班了吗？我有点事儿想当面跟你说，我过去接你。好呀，那我等会儿咱俩等你。好，我马上到你公司楼下。好，拜拜。光，我是真不舍得说呀。那哥他来了，哥。一回来就是了不起啊！你是不是想我来接我下班？咱去车里说吧，有点事跟你说。行，走。别乱想我。快上车，冻死了！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那个，我得。你要酝酿是吧？行，那我先帮你付几个血单，等你啊，快点去。咋了？你没事，血蛋啊！我领了你上次说的100克都不够服啊！哎呀，没事，快想想你都让我说什么吧。你那个只是新手礼物，经过左下角专服一收进阶之后，还能多领100个专属血蛋，这批蛋特容易复出绝版一收，还可以无限退市呢。还有100克血蛋啊？对呀，三月孵蛋季，孵到100亿。我刚孵出来的猪刚烈，一会儿就进阶了200级，吞噬了几个异兽，直接进阶成500级逃逸了。这么猛？嗯，你跟我说完，以后我们一块儿。你快点跟我说，你想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们分手吧。我们分手吧。
辛苦了啊，辛总啊，哥俩这两天配合的默契，配合的默契。给我倒茶，昨天倒的有点满啊，明天我再给大家倒一回啊。啊，好。话说回来，咱们这么干风险特别大，有我的。明天通知。